平川说炼境，天天聊魔兽。大家好，我是平川，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一场林呱呱的非主流对抗。本场对抗林呱呱似乎又把对手给整破防了啊，我们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。首先看一下双方的一个出生点位，地图选择的是 CH 隐秘之丘，出生在地图左下角是蓝色的兽族 ID FATQ 胖 Q， 哎，林呱呱啊，致敬 FQQ。好，看一下他的对手，哎，也是一个兽族啊，出生在地图的右上角。这个兽族怎么玩起来有点像人族啊，这个建筑鞋啊，这里再卡一下就把它给卡住了。好，本场对抗兽族内战，那我们看一下双方的一个英雄选择。林呱呱选择的是小歪暗影猎手啊，就是不走寻常路。那我们看一下他的对手，首发的是剑圣，可以剑圣大战小歪，兽族一哥之争啊，看看到底谁是大哥。先知和牛头表示我们补位啊，等你们打完我们再来打。好，先知啊，不对，剑圣大战小歪，那看一下双方接下来的一个发挥。林呱呱家里呢暂时还没有去造这个上殿，那小歪前期的话伸蛇棒练级伸妖术啊，去巧秒对手的英雄啊，会非常的刚。好，剑圣这一边倒是上殿造的比较的早啊，剑圣练完这个点买一组药膏，哎，就可以去外面浪了啊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林呱呱小歪接下来的路怎么走。家里的话第二个地洞也没有造，那这样科技会比较快一点啊。小歪配合刀斧手两个人出发了，哎，看看他这个走位应该是往对手家跑过去了啊。好，剑圣呢刚好在这练级，并没有出去浪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剑圣开局整一个什么好的装备，咔咔置换加四，那就比较扎实一点。这边小歪的话买了个粉，买了个贵族头环，好，默认你就是剑圣了，可以。这一波我们看一下小歪过来，好，抓到了，撒粉来，小歪上来强秒剑圣啊，兽族一哥之争，第二个妖术能不能变出来？哎，跑了跑了。好，这一波剑圣撤退，那接下来的话剑圣撤退的时候还买了药膏，不错。小歪能追到吗？再来一下，哦，再来一下，好，贴了一个加速跑。哎呀，这边没有加速，能追到吗？好，又变出来了。这一波巧妙剑圣打得非常的刚，剑圣他又跑了。那这一波的话，小歪丢失了剑圣的视野，找不着了。哇，剑圣太危险了啊！这里看见一个大鸡，剑圣吓得浑身是冷汗啊，赶紧撤。哎，小歪，好，小歪过来练这个七级的黑胖子了。来，黑胖子勾出来，看看能不能卡住。哎，这里勾的一般般，怎么办？没有过来，那他得重新再整一下。跑到后面来走，但是这边少一个大鸡啊，卡不住这个位置。两个单位哦，本来这有一个大鸡卡住，那这里只有一个人，没办法，大鸡的话姗姗来迟。好，这一波勾的不是特别的漂亮。七级黑胖子迷失了视野，不知道干嘛去。那这边看能不能把他赶回家啊？赶回家也能练。那现在的问题是小歪没有妖术了，没有蓝了。哦哦，不是应该往这边走啊？怎么往这边走了？好，走过头了，看这里能不能卡住。来，我再卡再卡。哎呀，小歪没有妖术了啊！如果有魔法值，还可以再变一下，把他再赶过来。可惜前面的话，这个蓝用来秒剑圣了。好，科技情况，林呱呱二本即将升好。这里小歪再补一补状态啊，继续去勾。哦呀，开局小歪真的是整了很多火啊。那剑圣这里吓出一身冷汗啊，我继续练级。小歪再一次把它给勾出来。哎，这里好勾吗？为什么这个野怪走在前面了？好，哦哟哟哟哟哟哟，尴尬，这怎么勾一下把野怪全勾出来了？林呱呱勾了两次，好，这一次应该可以成功。来，卡个位置，好，卡住卡住，可以。哦，真的是好事都磨啊，这一波这个七级黑胖子勾得相当的艰难，关键其他野怪也勾了过来。好，这里把七级黑胖子给整掉，看能不能整个加十二的公爪啊，十二公爪一起来，那深渊领主直接起飞。这个大鸡大鸡又撑得住吗？哦呦呦呦呦，哇，差一丢丢。好，打了一个灵巧头巾，敏捷智力提高五点，那就小歪的定制装备啊。接下来的话升三本。好，现在林呱呱这个花式练级费的时间有点长啊，科技倒是非常的快。对手这边的话是剑圣，等级的话已经是 2.6 了，马上到3级了啊。好，赶紧练赶紧练。
这一局啊，这个花火整的稍微的有点坎坷。好，剑圣过来一看，嘿，这个点都没有练。剑圣表示舒服啊，这个剑圣已经疯狂的买装备啊，双头环，一个敏捷加三的鞋。好，小歪回去刚好要练自个的点位，突然看见有人抢自己的点，来这一波看看能留几个大技。剑圣的话指环拿到手，好，留一个大技来卡住这个位置，但是剑圣这个输出还是很给力的。好，野怪来了一个助攻啊，把这个大技给网了一下，舒服。那剑圣要不要反补一下？哎，剑圣反补可以。小歪接下来再杀一个大技，双方混战了啊。这个剑圣还是很扎实，哎，想杀剑圣吗？能杀得动不？小歪来了，对手的小歪升的也是妖术，哦，两个人要互变了，哎，要钻进来吗？这边杀一个大技，哦呦，手速非常的快啊，直接把剑圣给变了，这个大技躲里面去。后面这边小歪要不要来一个助攻？好，插个眼睛，巫医出来了，又变了一个，哇，开局前六分钟打的是真的刺激啊。拼完这一波，林呱呱利用主场优势，哎，还是守住了自己的这个家啊，不容易。哦，对手好像不服，还想再干一次，来。哦，这一波的话，深渊领主要被秒了，剑圣再来一刀，呜呼，一丝一血，可惜可惜啊 ，DP 没有递过去。那这里剑圣继续反打，一级小歪面对二级剑圣，打不过呀，完了，剑圣马上升到三级了。好，这一波林呱呱整活，感觉差点把自己给整翻车了啊！三级剑圣大战一级小歪，那我们看一下林呱呱接下来怎么玩。好，对手开始嘲讽了呀，哎呦，你这个菜鸡啊！我看一下林呱呱被嘲讽了，整活是吧，整了半天没整成功。好，剑圣又过来了，我来自黑暗的深渊。这边小歪回去，剑圣表示趁你病要你命，三级剑圣无忧无骚扰能力非常的强啊，这边有眼睛的看见了，林呱呱假装没有看见啊，这对方的信号也见好就收，没有过来杀农民。来，现在林呱呱要赶紧把小歪的等级给练上去啊，由于开局整活被对手给嘲讽了，看一下林呱呱能否卧薪尝胆把这个局势给挽回来啊。一级小歪被对手三级剑圣打得满头是包，好，现在双方暂时属于和平发育的一个阶段。来，深渊领主二级，小歪也升到了二级，那后面的话就靠深渊领主翻盘了啊，小歪的话只要把奶量给给住就可以。对手这边是三级剑圣，买了一个群补为后面的团战做准备，还特意出了白牛啊，那灵魂链一套，这个部队就比较扎实了。科技情况，对手是200，林呱呱的话是300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能否通过科技优势又是出巫医了。来，小歪深渊领主这一波的话，两个人赶紧练啊，练的还是有点保守，主要是没有蛇棒啊，练级起来没有那么快。好，红色兽族已经开始开矿了，200开矿，林呱呱是300暴兵，双方不同的路线啊。剑圣三级，小歪再练一练，马上也到三。刚才的话，嘿，双方打的真的确实很刺激啊。那林呱呱要不要买个迷你基地开矿呢？现在资源差一丢丢，先练吧。深渊领主练到三再说，练到三级之后又有一战之力了。好，后续巫医的话，这个辅助效果确实很强啊，能够插眼睛、插陷阱，还可以插治疗守卫。来，这个点练完，再练一个点就能到三了。要不去练个温泉，目前的话视野布局的还可以啊，大概率对手如果来还能提前发现。好，深渊领主这里打了个加八的弓爪，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装备，深渊领主再来一个加力量的装备就更好了。好，小歪来野怪勾出来，那最终小歪升的呢还是治疗，确实后面输出 C 位还是深渊领主，小歪的话关键是个治疗一下，巫医的话是辅助，这边有眼睛啊，所以提前发现对手过来，那先撤。林呱呱现在暂时还得先苟住一下，对手英雄等级还是蛮高的。好，哦呦，这个六级红龙，这个攻击的位置很刁钻啊。好，这边陷阱触发了，林呱呱随时看在眼里啊，来，哎哎哎哎，这个野怪，哎呦，好来了，这一波林呱呱的部队好像非常的弱，对手狼骑白牛，你这边只是巫医。林呱呱的话输出几乎就靠一个英雄啊，其他都是辅助啊。剑圣手起刀落，哦，林呱呱这一波不会被全歼吧？
三级深渊领主了，好，随时触发陷阱，可以边走边插陷阱，你追，哎，我陷阱又要触发了。好，这边白牛直接把陷阱给驱散，又插一个陷阱。林呱呱开始用自己的操作来调度对手，后面深渊领主一个人杀疯了呀。小歪升到了三级啊，对手吃了一个群补，部队状态补起来。深渊领主继续在后面疯狂的大输出，又一个陷阱触发了啊！巫医这个兵种啊，你要操作得好，确实游戏体验非常的不错，有治疗，有控制，是吧？就是没有输出。好，深渊领主这一波把对手的兵切得七七八八了，你敢信？就靠一个深渊领主加上巫医，哇，这个效果打得真的不错呀！林呱呱表示操作好，确实可以为所欲为。那对手终于发现还是要砍这个小歪啊，其他兵砍了没啥用。哎，这里自己的小歪很危险了，深渊领主隔山打牛，哦哟，对手打不过了。你敢信？这一波团战，以为林呱呱要全军覆灭，结果把对手打了一个呵。好，林呱呱开始上嘴脸了。嗯，你一开始不是说我不行吗？好，林呱呱打了一个笑脸，对手情绪崩溃，直接打一个你菜鸟。嗯。对手不服啊。好，那接下来看看双方后续的一个战斗。团战打赢之后，林呱呱可以放心大胆的练温泉了啊，边泡温泉边练级，那叫一个舒服。对手这一边好，也要升三本了，痛定思痛，我为什么输？因为对手有三本，我没有三本，但是我有双矿。好，红色兽族表示只要我再龟缩一下啊，三本一起来，双矿打你单矿。好，林呱呱又开始了，当你输了的时候啊，别发疯啊，我爱你，可以可以可以。两个人互相上嘴脸。这边的话，深渊领主有了电球，有对控能力啊，经验值的话最好还是让深渊领主单吃。好，小歪走，很自觉啊，走，打了一个强击光环，强击光环对于巫医的话还有额外的一点输出增加。对手这一边的话，我们看要出什么战术啊，补了一个灵魂小屋，嗯，他也要出巫医吗？好，这边城防也已经升好了。那林呱呱现在是38人口，对手的话是40人口。家里看一下，要开矿了，要开矿了，团战打赢，来买一个迷你基地，开矿了。视野布局的很完美啊，对手如果提前进攻，还可以提前预警，不错。分矿开好，然后放心大胆去外面练级。深渊领主一不小心已经升到了四级，刚才这波团战，深渊领主将近打了10000的输出啊，剑圣到现在也才8000多，深渊领主是真的吗？好，有了治疗守卫战，深渊领主练大点，那是练的真的是舒心啊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对手的话，在家里痛定思痛，科多、白牛，后面三本之后，甚至可以出黑牛啊，黑白牛复活，哇，这个阵容也是很强势。后面可以再考虑什么出点什么嗜血，嚯，这边打了一个吼叫，吼叫要不要卖掉？好，这边林呱呱也是双矿运营，自己的半场都有眼睛啊，只要对手过了半场就能发现。对手现在已经破50了，好，果然是要出黑牛了啊，嗜血剑圣，嗜血黑牛，对手确实是有点上头了。啊，必须硬撸！哇，你这个小菜鸟啊，用这种奇葩战术，差点把你灭了，你还嘚瑟！来，深渊领主现在4.5级了，看看这一局能不能打到5级啊？5级之后，深渊领主3级分裂输出和隔山打牛，一个人估计能打对手一个部队啊！来，小歪的话后面可以多考虑买点蓝瓶，是吧？只要把自己的 C 位输出奶住，那就舒服了。我还有一个温泉没有练。对手的话现在很胆小，不太敢出门了啊！刚才那一波团战确实给他造成了一定的阴影，心想对手都是辅助兵，怎么就把我打的找不着头脑了，找不着北。来，这边治疗守卫叉，好，法师长袍，嚯，小歪表示这装备可太舒服了。剑圣，哎，这剑圣半天没出门，外面的点都被练了啊，有个眼睛在，剑圣小心啊。深渊领主单时经验值要练5了，5级之后这战斗能力那可是真的猛。 biu biu， 来，金光一闪，5级了，5级深渊领主毕业了啊。那对手这一边人口60，林呱呱还是43，林呱呱得爆兵啊，再不爆兵真的会被对手打的。好，对手的话要升这个萨满的嗜血了，剑圣过来一看，果然有情况，林呱呱开始疯狂的补塔了。来，双方互相去对手的分矿，但是林呱呱是大部队啊，对手只是一个剑圣。小歪
小歪的话升了一个二喜的一个点啊，喜的一个二级的一个蛇棒，蛇棒配合打输出。好，对手的话选择对拆，可以。林呱呱拆得快呀，蛇棒拆好，直接拆完，拆完之后还能 TB 救子的一个分矿啊，就看一下正面能不能打赢。林呱呱的人口还是比较低的，44，大概率他也不想破50啊，钱是非常的多。对手现在是60人口。好，40大战60，人口相差有点多。分矿拆完，对手也来了。好，林呱呱想用塔来拖住对手，不过幸好拆的也比较快啊。林呱呱马上要 TP 了，这一波团战我们看看效果如何。对手有黑牛，林呱呱他蛇棒陷阱来，全部插好，治疗守卫，深渊领主一夫当关，向我开炮。对手的话师姐，小歪升到了四级，吼一下降低对方的一个输出。我黑牛的话已经开始打巫医了，哎，深渊领主能不能扛得住？好，深渊领主身上有一个无敌，这边陷阱继续触发，小歪的话往后拉扯一下，巫医满地图跑路。好，对手的话啊，两个人已经开始暂停了啊。你暂停，我游戏，林呱呱是 out， 好吧，并错啊，手下败将。好，对手怒退游戏，我们恭喜林呱呱，操作好，确实在魔兽争霸这个游戏中啊，就可以为所欲为。喜欢本场对抗的朋友，记得点一波关注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